沙参的功效与作用。简介：沙参是桔梗科沙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主根粗肥，呈长圆锥形或圆柱状，表面为黄白色，粗糙，具有横纹，多生于低山草丛中和岩石缝内，分布于中国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等地。功效与作用：沙参味甘微苦，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磷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、葡萄糖等元素，有养阴清热、润肺化痰、益胃生津的功效，具有调节体液、免疫和细胞免疫、调节血糖、保护肝细胞受损、镇静、镇痛、抗突变的作用。